你一日你去算唔对，我跟你讲，你下地喝咖啡，你还要自己带奶精下去啊？你得靠泡咖啡，你得自己带奶精啊！我唔免去给你看，我根本不要去看你说你对跟错，你自己负责。因个就是你的老板，大家嘛真惊，对不？对一日敢去甲偷摕钱啊？我嘛唔是给你吓。用你自己照顾你较重要，因为我整天去给你顾好，你若没有因果的观念，较多钱你也敢偷摕，你若有因果的观念，你敢，你敢我给你，对吧？我没抓到，算你的，如果我抓到，你麻烦就大了，对吧？你若夸张到，你的事情就大了，啊，你若好办，你去摕。哪有人敢呢？我们这个服务人员服务的多少年，从来没有出过纰漏啊！对起来人干，那个是因果钱啊，三宝的钱，叫人干净当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得了解这个因果，你就有戒律。你行到多起来，龙中通，有了空的解脱，又了解因果，你了解因果，你就会乞丐了，你不高辈子啊！你了解空前的思想，你就会当超越，你就没有烦恼，你就不烦恼就对了。